玉里镇公所十号上午在春日里太林原住民文化园区举办112年度噶玛努伊纳家政班及五星级文化健康站联合成果展，而部落长者平日学习手工艺的作品，还是家政班农特产分享，丰富多元，琳琅满目。另外，各个文件站长者们轮番上台歌舞表演，全场一起嗨歌嗨跳，健康又有活力。用各种素材所编织的作品、美术劳作或者平日学习记录本等等，玉里镇各部落文件站部落长者在这一场联合成果展中一一展现平日所学，获得各界长官的激赏，相当有成就感。这个我们老人家自己做的吗？除了静态作品的展示，玉里镇公所举办的这一场112年度噶玛努伊纳家政班及五星级文化健康站联合成果展，各个文件站与部落携手轮番上台歌舞表演，带动全场嗨唱嗨跳，一起同乐，健康活力满满。看见每一位长者活力十足，满是欢乐，各级首长感到欣慰的同时，对于部落文件站未来的推动发展，更给予部落极大的支持与协助。照顾人的训练的部分，那在近期我们在12月份又开设一个照顾人的训练班哦，主要是要来提升我们照顾人的训练。感谢吴先生的委员会和补助经费，让我们能够辅导我们的家政班，连续课程也能够增加我们的福建文化站的一些计划。那今天就是感谢他们这一年来的成果，那希望这些长者呢能够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到今年为止，玉里镇已经有15个部落设置文化健康站。代理镇长詹秀聪进一步表示，镇公所也将持续致力于普及玉里镇原住民族照顾服务体系，朝向一部落一文件站的目标迈进，让族人都能活跃老化以及在地老化。记者石玉兰，玉里镇采访报道。